公寓的一份子啊。那不然这样好了，亮亮，我的部分给你。不行啦，那也是朵拉拉你辛辛苦苦猜得到的。其实说实在也没有很辛苦啦。那么棒的活动，亮亮没有参加，这样伤心心。亮亮，你不是跟你朋友出去玩吗？然后礼拜一才回来，那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啊，是婷婷叫我回来的，她说要拍拍那个甄选男主持人的影片片啊。班长，你拆完灯谜还要去工作啊？哦，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就这样，假日比较多人看房嘛。哎，对了，你们呢？有没有去哪里玩啊？我们去大波地啊，超好玩的。突然，我给你看照片。负责人，什么照片？需要看看什么什么什么？亮亮也要看看，亮亮也要看看，亮亮也要看看。哇，好漂亮的地方哦。对啊。哎，明明姐姐，你跟小圆圆在一起了？对啊，在一起啦。想飞。亮亮跟你说，亮亮以前喜欢小圆圆，他人好好，贴心心，而且不讨厌亮亮说叠字字哦。可是他现在有对象了，而且还是我的室友。不过没关系，亮亮为明明开心心，开心心。你有什么好开心的？开心吗？那你喜欢的话送你啊。哦，真的吗？哇，真的吗？哎呀，你到底。行，在一起就在一起，亮亮不可以哦。亮亮亮，你不要难过了，天底下有很多男人在等着你。对，没关系，亮亮跟小圆圆已经是过去了，过去过去，过去就让他过去。没错，过去过去了。对，朵拉拉，我们一定要找到男友友哦。班长，当好了吗？好了，来啊，来吧，准备，五、四、三、二 ，Action。好的，这次要什么样的主持人呢？首先要男生，再来要口齿清晰。好的，简单来说，要说的清楚，说的完整，说的自信，说的自然，说的三生三世都是好话，说的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呐、啊。好啊，好啊，好啊。再来嘞。再来要颜值高，然后呢？有外语能力。Hello everyone, we want you。一直请看我们的群长公司官网报名资讯。他。欺负你讲的英文太简单了吧？也没有差，又不是我应征，只要那个重点简单、简洁、有力就好了。反正我相信这支影片一定会有吸到眼球的啦。是吸引吧？对了，是吸引。就是啊。求友婷，不要瞎亮亮。嗯，对啊，求友婷干嘛？也怕大家看人家不看你哦。我怕哦，拜托哦。为什么只找男生不找女生？亮亮也可以主持说话话啊！你如果现在吵吵的话，你信不信我把你滚出停滞家族？你自己带菲菲。好吗？好吗？好吗？奇怪。好了好了，班长，把现场恢复一下吧。好。文文，谢谢你帮亮亮找到爱情公寓那么棒的地方。亮亮要请文文吃饭饭。那个，可是我待会要去工作。哦，可我想请你吃饭饭啊。班长，没关系啊，只是吃个饭而已，这个是亮亮的心意，没关系的。对啊，班长，吃饭饭而已嘛，吃饭饭嘛，对呀、啊，那好吧。耶、yeah, ，太好了，亮亮开心心，吃饭饭，吃饭饭。啊，亮亮喜欢吃面面，可是。我比较喜欢吃饭饭。原来文文喜欢吃饭饭哦。好啊，那我们下次去吃饭饭。啊，亮亮，我问你哦，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讲叠字啊？不觉得这样很可可爱爱吗？你不喜欢饭啊？是不会啦，只是就觉得有点怪怪的。那是因为我们不讲叠字字才会觉得怪怪的啊，因为你不习惯惯。如果你习惯惯的话，文文也会觉得叠叠字好好听的。这样听起来好像也是哈。文文，你说说看看嘛，试试看才知道到哦。亮亮。假设如果你现在是房仲，你要卖房子，有客人来，那你要怎么用叠字来介绍房子？简单的、啊。大哥哥，请问你要看房房吗？你要住别墅房房，还是有电梯的大楼房房呢？文文，你这样不行，你这样卖房房会把客户吓跑。哦，
你们都一样样啦，其次是叠字字，跟爸爸妈妈一样都不懂亮亮。亮亮，你不要误会啊，你看我现在开始说叠字啦。真的齁？不然这样，以后我都讲叠字字给你听听。就知道我们的亮亮最好最好了，好。不客气气，不客气气。那我们赶快来点点餐餐吧。我想吃肉丝蛋蛋炒饭饭。肉丝蛋蛋炒饭饭好，那我要吃牛肉面面。看什么？老板，放下。你看什么？我把我们昨天的那个照片给班长看。哦，那他们说我很帅啊？不是，旁边的亮亮也看到。亮亮？对啊，没想到他还那么喜欢你耶，而且还一直夸奖你。这很正常啊，那代表我有行情。你徒弟啊？要相信店员。你要是这么得意，我是随便啦。但现在重点是我旁边坐着一位金秀明小姐，请你接驾 OK 吗？你有没有帮我说话？我们不是说好互相帮忙 cover 的吗？不知道是谁之前跟亮亮那么好，一起当伴郎伴娘，而且还一起吃过早午餐哦。对，我也记得哦。好，不要再讲了啦。你看你想吃什么，你叫师傅带你去，全部算我账上。但是你记得啊，你要帮我，好不好？好了，宋贝，你不要闹小圆圆的啦。不行。你100条写艾秀明的写了没？我写了70条啦。才70条，代表你不够艾秀明。我有好不好？我可是想破头，你看我这边都抓红了，都肿起来了。不画。有啦，他有认真在写啦，认真到连店都不想帮忙收了。喂，老板，你是在帮我说话吗？小贝。那秀明有没有说什么？秀明就说要把你让给亮亮啊。不行，怎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那个谁，亮亮啊？亮亮，那也属于你啊。当然不行啊，我就是喜欢秀明，我的心中只有秀明啊。小燕燕，小燕燕，不行不行，不要再叠字，不要再叠字。尚飞啊，记得帮我。好啦，张洋洋，你再叠字，我扣你薪水水。好了，完成。我已经上传到我们的停资家族跟 YouTube 了。你们在弄什么？马上给你看。好，简单来说呢，要说的清楚，说的完整，说的自信，说的自然，说的三生三世都是好话，说的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呐。好啊，好啊，好啊。对你跟亮亮嘛。对，你看亮亮完全没有叠字，很厉害吧？其实亮亮表现得不错哎，跟平常完全不一样 ，OK 嘞。对啊，废话，人是我选的啊，要入我们停资家族的数值的门槛可不低哦。是哦，是谁在狂骂他的？怎样？对啊，请教一下，你们现在是怎样？是要找男主持人是不是？我觉得我 OK。对啊，我的口齿清晰，口条也好 ，OK 的。可是马大哥。那个群长他们要找的是颜值高的，而且你想了这样主持起来会像那个歌厅秀。不是啊，你刚刚讲的话是什么？是你觉得我颜值很差是不是？我只是良心建议路线不同嘛。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烂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没有关系，那就烂了，对不对？而且说真的，我们有门路啊，群长嘛，群长，我们徐明跟小仙姑都在里面上班啊，然后我跟那黄总监也认识，他也来这边玩过心脏病啊。弄点关系嘛，后门啊，打开，我就进去了，可以。重点是马哥，群长他没有后门，一定有，你是没有探这样好地形，那没有后门总有窗吧，窗也 OK。就进来了，到底有多想进去呢？对啊，这就搞小聪明的路，我就是一块璞玉。你蒙蔽了，你把膜一开，哇，发光发热了。你蒙蔽太多年了吧？阿美也是块布，他是砖头，他是砖头啊，他磨到最后还是砖头。砖头磨到最后是没了呢。对，就是粉嘛，对。我真的可以啊。佳姐，你们来了，进来这边坐。我跟杨排看到群长他们的真人 promo 了，我也看到了。你看完之后都没感觉吗？怎么可能没感觉？
既然他们都先有动作了，我们就要尽快想下一步。其实啊，他们要办这个活动我知道，而且他们的主视觉是子瑜做的，只是我没想到他们会利用假日把影片拍好，而且还上传。你知道怎么没有跟我说？因为他们在这个男主持人其实有给我另外一个发想，我想说先把简单的企划案做好之后再跟你报告。虽然我们现在跟群长是合作关系，但是不管这件事情他们是不是对我们刻意隐瞒，都已经造成影响了。你去跟邱晓婷说，他们甄选出来的男主持人一定要让我们进行专访，而且是独家的。你知道该怎么做？是，我知道。别人我是不敢说，但邱晓婷那边一定可以。谁叫他不会做主视觉，也是他该回馈的时候了吧？你刚刚说你想要做的企划案是什么？我想做的是，有别于群展在甄男主持人，我更想做的是类似校园的美女选拔活动，但不只是颜值的选拔。我希望可以让这些校园的新鲜人对于接触流行时尚都是由我们美科来做启蒙。好，那你赶快把企划案做出来，让总经理过目，不要拖太久。是，请可以让志强参加男主持人的选拔。你放心，我会叫他去选。那如果选上了，那群长那边有任何的状况，他回到家一定会马上跟我讲。嗯，想不到邱浩庭这次动作这么快。我也没想到邱浩庭会这么积极。我跟你们说，有邱若婷跟耶稣的在，不能太大意哦。他们两个古灵精怪，不按牌理出牌。好了，我已经检查了，该关的都关了。走吧。好，走。快点。一礼拜一定要注意车况。礼拜一定要注意车况。是翁牙的讯息，本周注意车观。老公，我们要注意车观哦。什么是车观？就是开车的安全啊。那还是我们走路散步嘛。很远呢，而且今天那么冷。那就叫车。没关系啊，开车就好啦。开车。就是说注意车观是小心，又不是说不能开车。嗯，走。我想要的快乐，不想重蹈覆辙，为你而翻身。哎，老公，好了，很好听啊，开车要专心。好。又看谁的脸色？想救他，为你。翻身，我想要的角色，我想要。小心啊！哦！我身上的浮尘。老公，为什么？急诊，快点！不行啊，这边是红线，前面有警察哎。老公说的就是对的，快点刹车停车啦！好了。过马路还是不要玩手机好了，不好意思。叫你开走不开走？我在等人呐、啊。等什么人？这里红线呐、啊，不能停车。你人还没来嘛。不开走就开单了。那你开单吧。
来，驾照、行照。走啊！啊，你就这样冲下车，我要开去哪里？我当然等你啊。好吧，那这样我们就当一张罚单，躲一个车关。躲掉车关了。应该。那我等一下可以唱歌了吧？应该可以吧。我适合被换一首歌。哎，你嫌我唱歌难听哦？没有，是因为太好听了，迫不及待想听下一首。是。拍谁要拍谁？哇，很快很快。哎，你们有没有看我帮学长拍的新影片呢？有，我看了。哎，佑廷哥，怎么这么多梗跟想法？你教我可以吗？哎呀，还不简单。用心看，用心听，用心去感受，自然而然就有了，好不好？哎，顺便提一下，还是需要天分的哦。哎，小袁，你不要在那边乱讲啦。他的剧本有一半是马光星帮他写的。哎，哦，要不是我把那个画面感描述给老高，你觉得他会拍得出来这种东西吗？哦，是。哎，秋婷，你自卖自夸能力越来越强了。好，拜托，我又不是老王。卖瓜，卖瓜，卖瓜，卖瓜。哎，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停止家族的影片，每一支影片点击率都非常的高。哦，对不对？哦，没关系。哎，淑静，哎呦，说淑静啊，低调一点啊，不要男朋友都不在就一直来找我，这样可不好哦。对，我就是找你，给我过来。哦。哦，乖点啊。你怎么了？不知道，怪怪的。对啊，怎么了？怎么了？谁惹你生气啊？你。我。你利用假日把影片拍好还上传，难道都不用通知吗？亏我还找子瑜帮你做主视觉，还提醒你要等我们一下。不但没等，现在还在高兴，点击率很高。你要我等你们？你不是开玩笑的吗？谁在跟你开玩笑、啊？佳姐刚问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不要生气嘛。哦，我真的很久没有看到你生气，你看你生气的时候还是一样很漂亮。你不要转移话题。阿爸，你说你要我怎么补偿你嘛？你说，我答应你。第一，群展在甄选的时候，全程要让美克要知道。第二，决选出来的主持人要给美克要采访，而且要独家。好啊，没有问题啊，我都答应你，没有什么问题。好了，不要生气好不好？只有你才可以叫，把你男朋友在我不会叫。油嘴滑舌。没有。局长，你要咖啡？啊，是咖啡，哎，咖啡，咖啡，快，热，快，咖啡，快。你干嘛？你今天怎么会知道我有车关，还要我路边停车啊？我就是突然很担心而已啦。哦。哎，对了，那换我问你哦，如果有一个陌生人，他一直传赖给你，都是很关心的话，你会怎么回？陌生人就是不熟啊，不熟就不回啊。哦。谁一直传讯息关心你？是不是那个黄总监？竟然把弯草巾到我老婆身上？不是他啦。那是谁？你手机拿来我看。如果给他，就会看到欧牙的讯息了耶。你忘记爱机手的第42条。我哪会忘记啊？记得啊，是
是不可以偷看老婆的手机，要100%相信老婆。哦，好吧。就是你真的会因为总监传讯息给我担心哦？当然啦，我老婆这么漂亮，又善解人意。他见面老婆，他很爱你，所以你不用担心。真的吗？那我相信你，那你明天还要上班，早点休息。嗯，好吧，再见。六七 go， 好，警醒，很好，跳舞就是要干嘛？笑开心，对，给我一个笑容，很好。下一个吧，很好，速度渐渐的加快，三四五六。玉露，你待会有事吗？如果没事的话，你等我一下，传个资料给我同事，我们就去吃早餐。嗯，好啊，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哦。嗯，奇怪，怎么没有反应？怎么了？电脑没有反应啊？不是你没有充电？有啊，我有充电啊。奇怪啊，怎么都没有反应嘞？明明昨天就充饱电了啊，怎么会这样子？ Hello， 你需要帮忙吗？哦，那麻烦你了，电脑没有反应。来，这边给你坐。我帮你看一下。谢谢。尚飞，我想去冲个澡，换个衣服。好啊。麻烦你了。好。OK， 好了。哇，你好厉害哦！谢谢。不会了。那先生可以跟你要一张名片吗？啊。哦，是这样子，因为我电脑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资讯，然后要不是有你的话，不然我早就完蛋，所以我想说要谢谢你，请你吃个饭，那可以给你来一张名片。哦，好啊，好啊，谢谢。这是我的名片。哦，原来你是工程师哦，难怪那么厉害。也没有啦，就只是刚好会。那你电脑没什么问题，我就先走，我朋友还在等我。好，那我们再约哦。好，谢谢，拜拜，拜拜。哎，他人不错呢，有礼貌又谦虚。不要只看外表，小心被骗。怎么，你认识啊？不认识啊。好，那你等我一下哦，我把资料传给同事，我们就去吃早餐。嗯。开心哦！看到人有什么用？我话也没有讲到，而且他好像根本不在意我跟别的女生怎么样。啊，你想不想复合吗？当然想啊！那走啊！没关系啊，你不用送我回公司啊，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谢谢你。不是吧？你好歹也请我吃个早餐吧！我一大早就是在这里等你嘞，我都快饿死了。好了，那你要吃什么？跟你说啊，
待会我教你个指招，好不好？以前啊，我都叫我女朋友啊，叫往东，她是不敢往西的。我叫她坐着，她是不敢站，你知道吗？所以她才听我的话。哎，你知道我是谁？我知道啊，停之家族里的网红。错了，停之家族是我创办的，我每讲的一句话都可以影响到特别多人。就是因为我这么优秀，我的上级长官才派我来解救你，好不好？以前我都是以秒计费，但我这次算你便宜一点。嗯，放心啦，我会让你跟你女朋友复合的啦。好，哎，先跟你说，我食量很大。没问题，没问题，你尽量吃。准备好了吗？来，好，现场准备，来，五、四、三、二 ，Action！Hello, lovely people. Welcome back to the show. I'm your chef, John. How do you like your breakfast? You got no idea, right? I don't mean. I will bring out one globe and spin around, and see what kind of flavor do you like. How about that? I think you will like it. Okay, let's start a scrambled egg omelette. What am I gonna do now? I need one big tomato. You can slice it very thick.Or just small pieces, up to you. And a little bit small baby sweet potato. You can have a red one, you can have an orange one, whatever. See, looks like a tomato celebrations, right? I prepare one Chinese spring onion pancake. Just put on top. Okay, so now we have to do your scrambled egg omelette. We need, 5 eggs in here.One bowl of fresh milk. Add it in your eggs. And then you can put your silky smooth egg yolk in it. You can put a lot of cheese in it because it can make the eggs more creamy and just taste like pizza. Now we can put a little bit dry fried bacon in it. A little bit pepper.Yellow pepper, a little bit capsicum. Time maybe 5 seconds. 5, 4, 3, 2, 1. It's ready to serve. Okay, just cut it like a pizza. And just try one bite and see how is the flavor. Nice. Ah.I forgot about one thing. Chop a little bit of parsley. Now you got different spices, different herbs on your brunch. See you next time. Ciao, Bella. Wow! 厉害厉害！真的是哦，等一下我们拿一下餐盘，快点快点，拿一下餐盘，快，快点，大家来吃吃看我老公每天早上做的早餐。品，嗯，所长，哎，谢谢，月林哥，小月，我去出锅了。哦，今天我负责开门，比较早来，他们等下来了。哦，哎，我这边我这边，你的假男友在等你。什么假男友啦？就月林哥啊。啊！等一下，你要什么吗？热拿铁，谢谢。坐过去啦！你想怎样啊？小月关心你知道吗？啊，那是师傅特别交代的、啊，怎样啊？哦，好了好了，最近状况怎么样了？健身房，他那一天进来。那就这样了。看来那个江鱼炉对季先生还有感情。上次就说他还有感情哎，差不多可以复合了吧？对啊，还不够。哦，还不够。是啊，要相信重新在一起会更好，才会选择复合。但是呢，现在还不是时候。啊，拜托，快复合，我快爆炸了。什么爆炸、啊？从早上工作到晚上，爆肝跟爆炸不一样吧？啊，对了。我知道爆肝，爆肝就是那个树叶，然后刮了风，然后就凋谢了嘛。然后到白天到晚上都很努力那一种，对不对？邱又廷，你要说的是树叶匪蟹吧？对对对对对，副道长说的没有错，他回来是有读过书的人，我就是在讲树叶匪蟹。你笨，那爆炸是什么？爆炸、啊，
就是跟你假扮情侣，我很爆炸。你爆炸，我才爆炸好不好？你以为我想跟你假扮情侣哦？我还不是为鱼乳。鱼乳，鱼乳，鱼乳很瘦，鱼乳。对啊，你们只会抱怨。哎，我怎样？我奇怪，你们之前有这么爱吵架吗？来，喝你的拿铁，不要到处跟人家吵架，好不好？安静一点。小圆，你果然是了解我了，解救我一下，很快。嗯，对，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哦，我师父怎么会喜欢他呢？他那么吵。因为是他最爱啊。对，最爱，我看是真爱，真爱是盲目的。你点吹，不要笑，老鼠。我也不太懂。你们都没有交代。这间感觉不错，请问现在可以去看吗？现在啊。不好意思哦，可能要等我同事回来才可以带你去看，不晓得您方便等待一下吗？要等多久？如果要很久，那改天再看好了。应该不会太久，大概十分钟吧，十分钟。好。姐，哦，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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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亮来了，姐姐姐姐姐姐，亮亮来了，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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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哦哦哦。学长，我带这位先生去看房，那这边就交给你了。要看哪一间？哪一间？这一间啊。嗯，先生，你要看的这间最近很多人询问哦。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建议你赶快下定。那我们赶快去看。好，没问题。那走了，那我就先去带看。那亮亮就先交给我。哦，好，没问题。亮亮跟文文一起去。亮亮想学学，亮亮想学学，拜托拜托啦。好了，那就一起去吧。耶。那我们这边走。好，那我先走。好，你们小心哦。姐姐，拜拜，拜拜。来，先生，请进。先生，我不得不说，你的眼光真的是非常的好。这间屋子的屋况呢，不止很好以外，它的生活机能非常的完美。来，你看到这边，这里只要五分钟，你就可以走得到早市、夜市、传统市场，甚至大卖场，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而且这里更方便的是，五分钟就可以达到捷运站。可以说是完美的接轨了都会生活圈。哇，好棒棒的房房，亮亮很想住住。这里该不是你们房东找林妍吧？哦，不是不是。亮亮不是林妍妍，亮亮是来学卖房房的。对。嗯。先生，那我带你到别的地方看看好了。进来以后呢，这可以当做我们的饭厅，这里可以摆一张长的餐桌。那你看到这个地方，可以当做客厅，而且光线充足。而且非常的通风哦。啊，通风风吹冷冷，亮亮会感冒冒生病病哦。啊，什么生病病？进来以后呢，这可以当做我们的饭厅，这里可以摆一张长的餐桌。那你看到这个地方可以当做客厅，而且光线充足，而且非常的通风哦。通风风吹冷冷，亮亮会感冒冒生病病哦。啊，什么生病病？风风大大吹吹冷冷，感冒冒生病病啊。看来这房子冬天会很冷，风很大喽。哦，不会不会，这个房子它其实冬暖夏凉。来，我们去房间看一下。如果跟不上的话，你就回去爱情公寓待着也可以啊。为什么生气气？亮亮又错错了吗？没有了，我没有生气了。那文文为什么凶凶？你如果真的想要学卖房子，你就要先学会少讲叠字啊。还有，你要察言观色。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差点搞砸一个案子？就说文文歧视叠字字吧，文文是不是歧视亮亮？亮亮是刚刚是好好意想帮文文说服那个人。如果多一个人说说话，不是比较厉害害吗？我没有歧视你。算了，不说这个了，我们走走吧。我还要带亮亮去哪里走走啊？我说我们走吧，走了叠字不是走走吗？我还可可爱爱哟。这哪里可爱了？我们刚刚真的好棒棒哦，亮亮真的都想买那间房房了，是那个人太笨笨了。你真的想要学卖房子？想。
你怎么没用碟子？因为我想表达达我很想很想很想啊。看来我应该要跟朵拉讨论一下你要来实习的事情，否则万一你坏事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办。文文现在说碟子一点都不可可爱了啦，哼！你有事吗？真的很奇怪。哎，老公，你讲英文的时候真的好迷人哦，我好喜欢哦。哎呦，干嘛，老婆？你又爱上我了？当然啊，我每一天都比昨天还要更爱你。等等等等，两位排长，你们如果要相爱，可以小声一点吗？不要打扰我剪片。就是要塞给你听的。芷韵，我是在想说，因为办校园美女选拔也不是第一次了，如果这次还是用青春跟梦想来当主视觉的话，我怕不够吸引人。我们试着加入一些年轻还有流行的元素在里面，你觉得怎么样？那如果加入年轻人最喜爱的漫画风格融入当主视觉，主编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嗯，没关系，你先去做，做出来我们再来讨论。还是我们可以邀请三藤跟我们联名合作，设计出比较漫画式的主视觉，我觉得应该会受年轻人注意。嗯，而且王鑫，你应该有空配合我们吧？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我最近 schedule 比较满一点，所以要等我忙完才可以。哦，是啊。哇，好忙哦。装忙，装忙他最会。杨排，送牌的资料跟照片能不能传给我？报名群展男主持人甄选要用的，谢谢。秦秀明跟我一样，你的个人资料还有照片。你手机里有吗？传给我。我现在没有哎。老公，我觉得你手机应该要备一份你的资料，那这样子有人跟我要的时候，我就马上可以传出去啊。老婆，你说的也对哦，还是我现在回去弄，然后我准备好之后传给你。好啊，可以啊。那你赶快回去弄，然后我等一下带他们回去。好，那我就先回去弄了。不要小心，拜拜。哎，宋凯，记得先结账哦。没问题，但是我的额度只有200。你老婆也开心。拜拜。拜拜拜拜。哎，你看这个好帅哦，眼睛好像会说话一样。哇，这样蛮多人应征的，感觉什么类型都有。对啊，那怎么讲？群奶算是小有名气的公司啊，只是不知道总监他喜欢什么型。反正我们就整理给他看，让他自己选吧。对啊，总监明明就只喜欢女的，不喜欢男的。他等一下来一定会说，为什么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可是我有跟总监报告过，哎，这是他同意的。对啊。哎，大家怎么都聚在这里啊？都不用工作了是吗？我一不在就摸鱼了啊？不是啊，总监，我们在整理男主持人选拔的资料。总监啊，我们已经有初步人选了。对，叶叔，我问你，为什么不选女的，都选男的？哦，总监，我找到一个人更懂你了。你都不知道，你刚刚这句话呢，跟佩玲讲的一模一样哦。干嘛这么懂我啊？你真的懂我的话，现在马上找一份新的工作啊！ Understand？ 总监，你不要这样子嘛！你不是最喜欢人家懂你吗？所以我才要拉近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啊！不要再靠近了，我听得到。再靠近就要戴口罩了，记得哦。下次我们之间的距离最好是保持这样子。好啦，好了，有女孩子觉得颜值不够的，直接就删掉。然后呢，再拿给我看看。啊，叶舒儿，跟我进办公室一下。我就说嘛，总监来一定会这样讲的啊，还是我最懂总监的心的。那既然你这么懂他的话，那选人的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了。当然没问题啊，包在我身上。其实我觉得朵拉很不错，她可以来当我们的主持人啊。对，你帮我约她一下，我们聊一聊。总监，我们不是说好要找男的主持人吗？我以为你会懂我的意思。
虽然我们主要是真男的，但是这阴阳要调和一下嘛。只要是优秀的，我们就不应该放过。最好是啦，想借机约朵拉就说嘛。其实你跟秀明也蛮优秀的，不如你们也来试试看好了。嗯，不用，我这个人呢，生性比较低调，我不太喜欢抛头露面，谢谢。也对，但真的是太可惜了。好吧，那你找我还有什么事啊？就是你找我的。没关系啊，那我顺便跟你讲一下好了，那个秋婷的 promo 影片已经放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哦，是吗？那我赶快来看一下。好的，这次要什么样的主持人呢？首先要男生，再来要口齿清晰。好的，简单来说，要说的清楚，说的完整，说的自信，说的自然，说的三生三世都是好话，说的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啊。这个女孩子。再来嘞，该不会再来要高颜值，好可爱，好机灵，而且口条又好。哇塞，真的是懒得管你们了。恭喜老爷，贺喜夫人啊！怎么样，主监，这个捧梦还满意吗？这个影片四平八稳的还不错啊，但是这个女生呢，我觉得是个人才。我喜欢你，除了秘书有哪一个不喜欢啊？那你帮我看看他住哪里，喜欢什么花。你们围炉的时候不就见过了吗？在爱情公寓啊。是哦，我们见过了。那可能因为太多人没有仔细看。那既然跟你们十七点有关，那就交给你处理好了。可以是可以啦，只不过应该没那么快，人家很忙的。哦，那就表示很抢手了。那我要更快见到他了，就交给你处理。好啦，拜。等一下，顺便帮我叫秀明进来。还有这个秘书忘了泡咖啡，然后叫秀明泡一杯给我。还有跟秘书说，下次再忘记了就不要再来了。好。太紧了，我们 L 网友新对象了。他不是还在追朵拉吗？这也太快了吧！对吧？很夸张吧？你干嘛啊，叶索？是没有，是怕你想太多。我什么时候想太多了？不然他为什么要送你笔？你不说来话长啊。好了，没关系，署名，我懂的。难得我们署名也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感觉。我到底什么时候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了，叶硕？现在转到谁身上？亮亮。你不是跟我讲五个号码吗？中了四个啊，精彩不算久哎。真的假的？真的，你有买吗？别跑了！景深不是男朋友，是我男朋友。3, 2, 1, 3, 2, 1. My chicken here, use the chicken leg or chicken here.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我就有一个条件，不要说你是我哥，不管你红不红。总监，你可以找马大哥啊，他很适合你的国家，多种语言。我们总监他有些口头禅，你就听听就算了，不用放心。包含告白吗？见他一直走不停留，沿路多少青春埋葬在里头，岁月刻画的伤在你眼眸，重复着期待又失落，我们都懂了，人生总是